Oh my God.我的车呢就想整靓翻个车头灯，呢位先生呢开去你屋企度整，不过咧俾多少钱咧？如果唔系正常 send 个车去到咧，就$15一眼灯。I saw one step by step, let people go。嗱，呢位先生而家咧就帮我用 wax 机啦，开始咧就要打省，正话省，而家就净足。跟住另一個步驟都是捽，都是捽啊！不過用了不同的布啦，已經證明到是得的，所以我做埋細燈嗱，好大 difference 啊！之前唔得，而家靚仔曬，最重要可以嚟屋企門口嘛。哦，又要打蠟啦！一打完蠟之後就可以靚仔曬啦。嗱，啱啱整完個頭，大家見到個燈。見識隻眼啦！嗱，有片睇到啦，我車頭燈咧係有啲污糟啊，嗰啲嘅黃查查。嗱，我就唔中意，所以咧我就揾人做專業人士，有專業儀器，一眼燈10分鐘內搞掂曬。咁啊，每一盞燈就收$15。我咧就由於去到咧就慳錢。佢亦都係揸車嚟你屋企整，不過咧就收多啲錢。嗱，我有興趣，我就整咗啦。你有興趣想做嘅，留言我介紹你識，非常專業，好有呢個效果，我中意嘅。中意條片留一個言，俾個讚 share 啦。咁啊，好嘢大家分享啫。保持聯絡，拜。